チウエン、アリシャン、ティエル、チェテン。Especially the right hand side.
通过提交到之后呢，然后通过北门车站，然后要通过北门车站，会 pass the 北门 station。那在通过北门车站的时候，旧站呢在整修，在整修啊、哦，所以没有停靠北门车站。Now right hand side is the open main station。右手边的北门旧站呢，也蛮漂亮的。现在停靠的是海拔127公尺的竹崎站，左手边呢是竹崎车站哈、哦。我们等一下竹崎站开车的时间，9:43，9:43。那请不要到站外使用厕所，因为呢，大概在2分钟之后就要开车了，所以不要使用站外的厕所啊、哦。
会计量的小锅，上面的鱼子不计量，好像有一些成分分出一些端倪了，好像不是写木鸡，中间那个字看起来像鸡吗？现在停靠的是彰化寮车站哦，右边是下车的阶梯，右边是下车的阶梯。就是那一条。
现在在独立山的后面就可以看到它，现在在第一圈哦，所以找到第一次。你想要爬山吗？改天可以到樟脑寮来爬独立山。现在上车的乘客呢，把904公尺的梨园寮车站出发了。好，拜拜，拜拜，左手边哈、哦，跟我们刚刚带队的领队挥挥手一下。
り、昔懐かしい雰囲気を醸し出しています。大駅編は阿里山林業鉄道の出発地点であり、たびたび雲海が現れ、駅から水郷峡谷の前方を眺めることができて、その優美さは格別です。離縁業駅から大駅編の間はトンネルがなく、全線の中で一番視野がいい区間です。緑があふれる山の中腹を列車がくねくねと走っていく沿線の景色は、どれだけ見ても飽きないほど素晴らしいです。左侧，这里蛮漂亮的哦，长远，还有这个山坡的瑞里跟瑞峰。小时之后呢，抵达半球车站。那十五分钟之后呢，先到下一站水车寮。我们等一下向左转就上去了，就爬上去那里了哈。那这个 U 字形的转弯呢？下一站水车寮。请您在上车之后呢，直接找司机购票啊，直接找司机。我们抵达海拔1400。
的分歧了，等一下要从右边下车啦，我们等一下要从右边下车了，左边呢就是四方主步道啊，左边就是四方主步道。Now step at Fenchu Station. Now the elevation is 1,400 meters. After that, get off the train from the right hand side. Left hand side is the square bedroom. Left hand side is the square bedroom. 很抱歉，沿路上如果有打扰到车上休息的乘客呢，就请多多包涵，也请您见谅哦。那我们等一下呢，从右边下车之后，左手边有洗手间可以使用啊。下车之后，左手边呢就可以看到洗手间的啊。After get off the train from the right hand side, you can see the left hand side with the toilet. 下车巴士站，等一下下车之后再告诉你啊。我们下车之前呢，确认好您的行李还有随身物品都带齐的再下车啊，尤其是一些像保温瓶啊，或者是手机啊等等啊，要记得带齐了再下车啊。向右转，它得开多领了啊！右转的时候，您可以欣赏右后方的转弯。
You can see